好，来看到凤林镇呢，在之前举办联合丰年祭的时候，六个部落头目为了要感谢镇长萧文龙八年来对部落的照顾，六个部落的头目分别就准备了长矛、鱼篓、花器、杯篮、开山刀以及猫头鹰的木雕，代表着部落最重要的六项器具来致赠给镇长，也感恩他对部落的贡献，期许他能够像猫头鹰一样持续的守护部落。凤林镇虽然说是客家大镇，但是其中更有原住民外籍配偶居住。在族群融合的施政理念之下，镇长萧文龙表示，两年一次的凤林镇联合丰年节，看到了各部落这么多族人共同来参与这个盛会，他内心十分感动。而长期关心各族群文化发展的他，也造就了地方兴盛的原动力。尤其是他的传统文化，像歌谣，还有那个母语，还有舞蹈，我都有请老师呢，每年呢，都来教导，来上课。原住民这个传统文化呢，我是相当的重视，因为阿美族的，无论是他的歌谣、他的服装、他的舞蹈，不是一般的族群呢，能学习到的，所以我是一直鼓励他们呢，一直要延续下去，因为这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所以各部落的头目呢，因为感谢我呢，八年来对各部落的照顾，原住民的照顾呢，所以他特别呢送我一些纪念品。在长期关心原住民部落文化事务的推展上，更是不遗余力。为感谢萧文龙镇长八年来对原住民的照顾，六个部落头目才会联合赠予代表部落最重要的六项器具给镇长萧文龙，也期许他能够持续像猫头鹰一般持续的守护部落。记者林杰，凤林镇采访报道。改造部落，教育部落，让我们知道守护部落。